欢迎收看《国风琴韵》，我是主持人谭秋月。今天呢，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陕西富平阿公腔剧目《王魁负义》。阿公腔也称北路秦腔，陕西省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之一。吟唱腔呢，具有翻高扼低的艺术特点，亦称阿公腔。阿公腔唱腔委婉曲折，颇有南戏之韵。阿公腔的剧目题材广泛，内容丰富，剧目的唱词浅显朴实，生活气息浓厚。这出戏呢，讲述的是宋时名妓角桂英赴海神庙降香，见到了秀才王魁饥寒交迫倒于雪地，心生恻隐，救回院中，慕其至诚好学，遂结百年之好。经过了相伴三年的寒窗苦读，王魁即将赴京应试，他们的故事将会如何发展呢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王魁负义第三折送行。带上，带上，带上。
一见欢笑。好面豆豆，我有技术，你也不用个寒气，你当兵上出气度的，用这个一个就好了。啊，哎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不知道你自己多着呢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那就带上，带上，带上。Yeah.
共享荣华富贵，若为盟师善追悼，走了，眼中了。小嫂怎敢离身？
起在家等候佳音。夫人，千岁不到，赶路要紧。王姨姑呢？少夫人有何吩咐？奴上好好伺候一家老爷。老奴记下了。要好好照看你家姐姐，姐夫放心吧，娘子保重，可便请放了。销魂最怕长亭尽，相送无语倍伤心。这句唱词就把人带入了他们离别的伤感当中。在临行前，两人与海神庙结盟发誓，永不负心，待到君高重，必接卿进京，这才称得上是一段才子佳人的美好佳话了。王魁进京之后，是否能金榜高中进汉院？桂英迟迟等候，能否等到秋风桂枝报佳音？让我们继续欣赏《阿宫腔·王魁负义》第四折《休书》。Thank you.
为什么？下马来了。始终文采风流，真乃春风得意呀、啊！那是自然。哎，赵员公，可曾拜过宗师大人？拜过了。王英，哦，你可知宗师他是何人？他是何人？他就是当朝宰相韩俊，韩老大人。哦。像我家赵员公满腹经纶，又得思想齐齐，从此巧云之上日日可待呀。刘大人到。刘大人到。有请。有请。赵员公。请恭喜状元公，贺喜状元公，喜从何来？韩丞相有一千金，生得十分美貌，愿与状元公结为亲近之好，不知状元公意下如何？孟老丞相见爱，十分感激。咱们学生家中现有灶炕之妻，这门婚事不便应允，还望刘大人好言相劝呐。哎呀！这状元公不是糟糠之妻，真的是令人可敬哟！哎，如此下官告辞，保送，免送。大人，将张大人到。他乃朝廷之人，他来做什么？莫非有失于我？有请。是，有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张大人。状元公，请，请。恭喜状元公，贺喜状元公。韩老丞相言道，状元公不舍糟糠之妻，真乃令人可佩可敬呀。老丞相又言道，状元公之妻是平常人家，她是什么什么烟花女子。老丞相真替状元公感到十分可惜呀，故而命老臣再次前来提起这门亲事，状元公，你
千万莫要再推辞了。孟老丞相厚爱，又蒙张大人今儿亲自过府，寒气虽落，命可好，他也是书香门第贤德的女全才，休气再去，时时地不应该呀。张员公，你可莫要太失待呀。像那焦桂英乃是一眼花女子，她比赵青无愁，性情难改，怎配得上你这天子满上含冤之才？此事若要万岁知晓，必将你打下凤凰台。到那时，你功不成来名不就，岂不辜负你这十年山川之苦呀？你若与相府千金结亲，庄员公，从此你这门庭是客同四海呀！烟花女子，幸阔庄园，这却如何是好啊？庄员公，韩老丞相爱才如玉，你若做了他的乘龙快婿，那真是顺水推舟，前程无量呀。像我与桂英离别之时，曾在山前盟誓，听说那海山是十分灵验的。哎，庄员公，像那海参灌的是海，他怎灌得了人间婚姻之事呀？怎么说灌不了？灌不了。当真？当真。果然？果然。啊，只是这匆忙之中无有心我呀。哎，这、啊、这玉山锥不是很好的信物吗？这玉山锥吗？张员工，强夫金银珠宝甚多，这玉山锥是很好的信物，下官我带走了。张大人，告辞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告辞。张大人，张大人。一眼错出，如今进退两难，这却如何是好啊？为了我的前程，为了我的荣华富贵，好，此次下菜。王一奏来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张员公，我要写一封家书，与我奉300两纹银来。是。归隐呐。归隐，休怪我王魁负义，只怪你明改日辞。
失，父母离去，夫妇别家，入回盟师，南追东返，欲成故恨。想起这儿后，早遭不堪，这种休士还死，谢不得。江南海神管的是海，他能管得了人间婚姻之事呀？海神自放过他，哪管男女混家子？况且王魁如今中原紧急，天子的门上光怕他，小小的海神正是不虑。多怒！状元头上什么灰？就是新欢唱，老六强化跑一跑，王一就来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状元公，事先可曾修好？修好了。如此交与老奴，待老奴即刻启程前往莱阳迎接夫人。走快前去，是应大人将相府差官求见。何事？说是来听新姑爷国府晚会的。你当怎讲？说是来听新姑爷国府晚会的。上周呢，我们一起欣赏了阿宫腔剧《王魁负义》。在前半部分，我们了解了王魁与桂英之间相识相守，听到了王魁进京前两人在海神庙的海誓山盟，更是知道了在王魁高中之后，他派王毅给桂英送去的300两银以及一封休书。那他们的故事将会如何发展？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阿宫腔剧《王魁负义》。Thank you.
什么？这都有什么？这是为了什么呀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如今的王魁不比从前，他中了状元，是天子的门生，又做了丞相的女婿。你们千丝万缕。
在向海神庙哭诉一番无果之后，桂英选择了上吊自尽。这两人之前的誓盟当真就做不得数了，那可怜女子当真只能悄悄死去了，那狠心的人当真可以安享荣华了吗？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王魁负义。叫桂英，自我奉了海神之命，带你前去边境捉拿王魁，现有金牌，你前来看。前边带路，待俺捉拿王魁。本可以带明镜探官直取王魁性命，桂英却要求的机会去试探一番。桂英的苦心能否如愿？王魁的反应又是如何呢？
来，我就活你来，我就活你来，我就，哎，活你来，哎，活我，脸是怎么样了？嘿，你走的好死啊，王魁啊！你才走了状元几天，你一旦有了荣华富贵，就忘恩负义。你好狠毒哦！你在人心写了一封休书，可怜啊，可怜。可怜给那绞丝夫人见了你的书信，他心如刀绞，肝肠寸断。他在那海参庙自缢而亡了。当年，哎呀，夫人。
我不知受了多少苦，才苦出一个。你可记得三年前你惹落难离京之时，是你身染重病，忧无分文，人急作慌，看就要冻死嘞，冒雪之中。那时间多亏那个慷慨仗义的青楼女子，一天恻隐之心将你救下，她亲赴月看江西桥里惨死你。是死非生的，他不顾报恩交吗，与你结为夫妻，是想说你有个出头子儿，他可扬眉吐气。谁是你？开口一个穷老女子，闭口一个老奴才。不是那个穷老女子，我这个老奴才，你找一名上皇去，你花老做状元吧。看看你奴才的下场，你奴才的下场，下场啊！王爷，哼！好一个无父的奴才！为何无人满自开？我的死心在汉神庙前自缢身死了啊！或是他传错了？传错？我不曾死，不曾死，不曾死。当
当真？当真。果然是你的归隐期呀。归隐，千里迢迢你是怎样来的？千里迢迢郎君能来，难道我就来不了吗？你来做什么？闻听郎君告终，意乃何心？赐给已旧还活的什么信？这爱我，我是与郎君送药方来的。什么药方？啊，忘了，唯恐你久病复发，是我千里迢迢送药方来的。药方我已用不着了。怎么药方你用不着了？叫桂英，你还是回去吧。王老，王老，桂英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心肠的女子，你若在此，若被夫人知晓，这却如何是好啊！王郎，王郎，王郎啊，王郎，记得当初你我相爱是。如今王郎告终，为妻烦躁羞怯，只求王郎收留于我。桂英今生今世，深感王郎大恩大德呀！就要问你一个死创相符毛人管去。
给你白银50两，回来去吧。桂英，我虽今生负了你，我愿来生与你再结丝络，重写北寿。今生如此负义，来世虽敢相信？我愿登天盟誓。盟誓？你那盟誓已经害死了一个叫桂英，难道你还想再害死？
今时不同往日的王魁，面对难中搭救自己的娘子桂英，平时伺候自己的仆人王毅，那一番作态实在让人气愤不已。不过结局终是应了那句善恶到头终有报，罪有应得顺天心。感谢您收看本期《国风情韵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